拉米狗桃园终结者林伯佑，国家队经验丰富，但这次十二强却是加盟中华职棒之后首次披上中华队战袍。很开心受到肯定，因为这样中华队阵容都很好，所以希望能够自己能够尽一份心力，然后能够帮助球队赢球。林伯佑过去大多担任先发及长中继的角色，本季转任后援表现称职，是拉米狗拿下总冠军的功臣之一。因为可能自己的定位改变嘛，那可能刚好教练给我，就是母队的教练给我机会，然后也让我能够有点成绩，觉得自己的表现可能有让郭总看到，所以就是还蛮开心受到肯定。压力当然都会有啊，只是就是说你的心态还是保持就是以这个角色为主嘛，后援的角色为主。当然国际赛面对的是国外的选手，所以就是要有不同的策略去对付。这次世界十二强赛事，林伯佑希望能在台湾球迷面前替国家队守住胜利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子威，十二强战报请锁定 BAMOS。